家好，我是秋实的妈妈。今天晚上，秋实说他要去方舱医院，之后呢，晚上七八点钟到现在两点了，凌晨两点，一直是失联状态，和他联系不上。我在这里恳请广大网友，尤其是武汉的朋友，帮我个忙，帮我找找秋实，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请大家帮忙，谢谢。